我们已经通关了。你刚刚有没有被查到被禁品？好的。哇，终于要登船了。进来了，三八三九，三七三八。哦，这里，包间 C 上铺，还有保险箱哎，哎，但是它没有帘子，哎，有帘子，有帘子，所以它帘子可以拿起来。这边还有插头跟电灯，这里还有保险箱。有椅子可以坐，它会拉开，是不是？是吗？这是观景，观景的位置吗？结果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这里不能洗澡，它只有头等舱有淋浴间，其他各舱都没有，你只能洗脸刷牙而已。奥克林他带我们去盥洗室，就是只能洗脸刷牙的地方。在哪里？走，就这一间吗？有人吗？不敲门吗？刷牙先不用了，因为等一下还要吃香。好好，那你为什么不要等一下全部要睡觉前再弄就好了？卸妆。不信你个鬼！现在大概10:10，再20分钟就要开船了，先去外面看一下。哇，这里好凉啊，还有风。船头，船头，船头在这，大家都在这里看着。头等舱，还有客厅 ，OK， 看一下头等舱，好好啊，都500而已。头顶是什么？太好看了，手单国库鲜扎饼，这什么点心？真奶，好奇特点心，还有这个啦，对啦，什么？肉片是不是？对，还有别的吗？好多好古老啊，可口奶汁，好多，还有别的吗？没有了，那就这样。
先到市区好了，我先吃个早餐。这边是个瞭望台吧？对啊，在上面。这边是蒋公纪念公园，蒋公纪念园区。你刚才说是什么事？我说是蒋公。二楼阿妹的店，哇，排超多人的。怎么样？见到了哇！见到了哇！买到了吗？耶、yeah ！看起来超好吃，但是它皮感觉很脆。对，可以吃。它才30块，对不对？对，好便宜。看，哇，加蛋，然后30块，它皮看起来蛮脆，蛮脆。40块。看。终于排到那个增加地饼了，等超久，大概等了
30分钟有了吧？对，哦，超多人的，然后看起来很好吃，50块，很便宜，真的很，哦，可以吗？然后它里面是加米粉跟肉，不是网络上传的蚵仔，没有，对，好。好吃吗？还没吃到那么香。真的吗？还蛮香的。对啊，它刚在炸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香啊。还蛮香的啦，因为它刚在炸的时候就觉得很香嘛，对。然后蓬蓬的，它有只加菜或只加肉或只加蛋。嗯，对，如果加肉跟蛋的话，就是50块，最便宜只要40。嗯，我发现这种炸的一定要加辣才会好吃，嗯，对不对？像我自己平常是不太吃辣的，一早就吃那么高油炸的。刚刚已经吃了一份葱油饼，现在又吃这个。没发现马祖这里好像都没有饮料店的，只能去 Seven。他网咖，哦，那要网咖对面，但我不叫网咖。他是北京人的，对，没有回家，不然回家。
Thank you.
might be popping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The other 11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I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ve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 But now I seek what you teach. I do believe I always should have stayed.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This really happened here.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One day I'll be yours. One day I'll be yours. One day I'll be yours.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changes just open the door. One thing's certain, I'll always be yours. Surprises.
们现在在北海坑道这边，然后待会要坐船去看蓝眼泪，准备要去前面报道。对，这边是南竿游客中心，所以这些人应该都是要去看蓝眼泪的吧？哇，是元宵节吗？然后往这里走进去，这边就是北海坑道了，往里面走。嘿，哇，他们都看完了。我看得很晚。哦，现在这是秘境。这里，这里。太多人了吧？我现在有四个位置，但是我四个位置必须要拆开坐，不可能会在同一艘船，哦、因为你用候补的，最后来的一定都是你们拆你们的候补，不拆别人。那我们一样在九点半了。好，我们今天上去晃一下。哇！他说坑道蓝眼泪保证版哦，所以一定看得到。好，现在去报道。好，对，都全票吗？对，对，1050。好，这里三张票，谢谢。然后缴钱，对，谢谢。好，找位置坐一下，等一下行前说明，介绍完才会出发。好。嗯，已经看完蓝眼泪了，你觉得如何？手很酸，手很酸。他没有叫你一直播啊，他就说播几下停一下就好了。嗯，我不知道他是要自己播才会有蓝眼泪。不过他真的没有数量很多啊，因为就白白的像萤火虫，像星星这样拍出来的。他们是用相机拍的。不是，他是整片哎。对，他如果说像我们这样子播了一下，他才会出现那么一点点，因为他希望瘦到近一下，他才会亮化。而且亮就有时候相机会有后置的效果，啊、因为它是有整个一大片的蓝色，这很难做出来。它是有后置的效果，后置就后置的，而且它有那个长时间曝光哦。然后像他们去海边，就因为海浪会一直拍打，就是他刚不是有讲吗？它会受到惊吓，就会发光。所以那时候其实去海边拍会比较好，因为你不用自己一直用手拨，因为我们就站在那边踏就有了。对啊，你不用踏。它海浪它打的时候它就会发亮了，所以我们要找个海湾去看，应该就看得到。不爆蓝眼泪。好，所以你会推荐大家来这边看看吗？没有人看过可以来看。哦，就是体验一次啦。对。然后因为其实这边还是有其他海湾可以看到蓝眼泪。对。那季节比较多，大概应该就是五月底、五月左右吧，差不多。好，就这样喽。这就是北海坑道蓝眼泪的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参考。